本场比试乃是同门切磋，切记点到为止。己方胳膊上的锦带脱落，则视为失败。记住，切不可伤人。开始。 刚开始，大师姐还没发力呢，你们就等着看吧。 这老大，这剑法有点眼熟啊！怎么回事？这分明是军武一族独有的剑法。 本想赶紧结束这场比试，看来是我小看你了。冰鸾，他居然在这儿使用这种灵级的招式。 没想到，你的灵力已经恢复到了这般水准。哼，问我，或许我真的不该对你掉以轻心。那一次，我就该彻底结果了你。
你是胜负已分，凤舞胜。这是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凤舞，怎么了？是他，是他拿走了我的凤凰真心，放开我，否则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试试，论打架，我还没怕过谁。圣后驾到！你们两个还不快住手！怎么回事？禀圣后，小女学艺不精，输了比试，小女认了，但同窗还是对我不依不饶。这是为何？圣后，弟子先前丢失的凤凰真心就在左青鸾的冰镯当中，还请圣后做主为弟子拿回真心。还有这样的事啊，想来是你误会了吧。这冰镯是我送给左神女的，难不成是我抢了你的凤凰真血转赠他人？什么？凤舞，你的遭遇我知道，也很同情你，但是话可不能乱说，污蔑同窗实属不该呀。这次比武是你赢了，本座很期待你跟渊儿的舞剑表演，接下来你们就好好练习吧。